谢谢你们的来参加。大亚中学46年，好久没见了，真的非常想念各位。会的，我现在任职在军政处处长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林世明，我是四队林文树，很高兴能回到学校跟大家见个面。前面的部署旗子都插好了。我是建叔，今天去黄岩来参加三十六届同学会。我是四队好友会，大家请教。你好，过来。那我是潘江山，我是第五队的啦。快过来了。五队。OK， 大家好，刘循环、蔡水影在云林县。四队，在花莲。开始，万二队陈金峰，台北市少年队。没有帅，我是没有帅，你们拍的人。五队的，我在台北市秘书退休。我是二队，吴冠志。我说明，叫说明，在那个中山支部退休的。那天叫一队，我在宜兰县警察局退休。我在宜兰县警察局退休。在台北市警察局，好，台北关警务中心退休。身体健康，平平安安。OK， 你好，我是杨德雄，我是第三队。我是警察大学退休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四队李洪山。我叫陈金崇，苗栗县警察局防治科长退休，还在工作。谢谢。是我累的。退休了没有？退了，退休了。对，丁水户在高雄市警察总防线队长退休。跟母校跟大家同学聚集在一起，谢谢。退休了。黄宗泽，祝大家开心快乐。一队黄文山，这个是我。我张佑仁。三队的。大队员。董宗仁。我是教五队徐立达。同队大家好，我叫周宗吉。大家好，三队张明木。四队。四队现在目前在台中市警察局。二队陈伟业，在以前是我们警校四队的同学。五队肖志煌。三队施瑞平。各位同学好，我是吴荣凯。我是张学金。五队69号施中颖。16年后又重回到学校来开同学会。叫三队。在嘉义县退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廖东顺。我今天带了我的太太、恋人，还有我的媳妇、我的孙女徐耀宗啊。然后呢，几队的？五队。98年就退休。在台北市退休。嗨，我条件好。67，大家身体健康，家庭幸福美满。一队的，我在高雄市警察局行政科长。四队，林明宽。一队赖庆元，同学好。我是五队陈队长发生的学生，我叫徐家善。郭元璋，对，我叫钱江凯。学生队，陈德佑。我是张宝龙，同学会，那我们荣幸的参与。各位同学，我是三队贾台山。你好，大家都很快乐。民国100年，三月退休。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。我是96年五队的，希望我是郑宏志，在刑事警察局。大家好，好好好。张新华，五队，铁路警察局退休。